马上欢迎第二棒安心云同学。Hello， 安心云姐好，谢谢老师好。有没有怕碰到谁？都怕，真的。搞不好他们也很怕你啊。还好啦。哦。想要抽到谁？哎呀哎呀，哦哦，很好，真的吗？他还蛮可以的，因为他跟你一样很不稳。我拿出来了。哎，对，是，请拿，请用，请用，哈，嗯。哎，对嘛，好好，安心了哈。哎，白吉胜同学，为什么我说他还好？你们两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都是暂时淘汰区的常客。对对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所以我们等一下一起进去了。嘿嘿，好，来学长。是学长发福了哈，嗯，哎对，哎，你这西装扣不太起来的哈，可以了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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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扣了，哇塞哈，嗯，对对对，嗯，要唱什么歌？今天要唱的是陈奕迅的《给你》。好，来欢迎白吉胜。不被主持人看好的安心云及白吉胜，今天他们是否能发挥实力，展开激烈厮杀？唯有寂寞慷慨。恐惧侵蚀血脉，想安慰找不到对白，那空白。可是我相信爱，我心已想但有日会天开。可是相信爱，就算一切都像独白，忍耐种种不能忍耐，哦，不怀疑该不该，哦，因为我心所以相信爱，我心已想但有日会天开。可是爱，我相信爱，就算没对你说我爱。好，小安，今天这一首歌对你个人来讲非常非常的有意义，唤醒有关单位注意这件事情，重视这个事情。恰共是，因为我为什么会想要唱这首歌，就是从去年八八风灾，然后其实不只是在阿里山，然后在中南部有很多原住民的部落都受到重创，然后这首歌的歌词让我感觉到，其实重建一直都有在进行，但是其实步调还是非常的缓慢，那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多帮助，就是需要重建的灾民，重建家园，多听听他们的声音，对，要多互相尊重这样子。好，我们来听小安带来的这首歌，叫做是崔健的一无所有。掌声鼓励鼓励。上周差点被淘汰的小安，这次比赛他比其他同学更加重视，而深白色老师给予小安指导，希望他能在比赛表现更好。照着老师的建议，小安有了惊人的成果。就是去运用你平常不熟悉的肌肉，跟不习惯的姿势，还有用力方式。那现在唱高音试试看。真的耶！唱第一句试试看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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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曾经问个不休。声音变很亮。对，是的，我终于很辛苦努力的爬进来八强了，接下来就是六强的门票，我希望大家可以为我加油，我自己也会努力。安心云加油，原住民加油。我曾经问个不休，你何时跟我走？
耻笑我一无所有。先看到我们的学长白吉胜的分数是70 84 85 86 86分，小安今天的总分是。比赛的强大压力逼得郑伯夫喘不过气来。伯夫是一个非常非常诚实很有可为的年轻人，他因为这个节目压力很大，他勇敢地承认他每次录这个节目都靠药物控制。是我是什么压力竟让郑伯夫误入歧途呢？